微微带点辣，这又一个版本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做的是紫盐羊肉，来，用心做好菜，吃出健康来。咱们先把葱啊切出来，放上一两葱，只一两半葱啊都可以。这里面呢要加上五香粉啊，最好是五香粉或者十三香，盐三克盐，味精、鸡精、胡椒粉，用手搓，把这个葱丝搓出来啊，别放姜啊，放姜容易调出来饺子馅味儿。咱做好以后啊，吃的就跟那个烤羊肉串是一样的才好。哎，把这料先给它调出来，放到这个位置，再用羊肉切一下啊。羊肉呢，像穿羊肉串一样啊，咱们给它切成一公分半大小的方丁。紫盐羊肉里面是不允许放辣椒面的啊，但咱们呢少放上点啊，就变成烧烤味的了啊，非常好啊。并且呢叫紫盐羊肉啊，多数的里面都放洋葱香菜啊，最后要盛菜的时候放在一块儿，多了这个香菜，这个肉的味道啊就变了啊，咱们就不放香菜啊，把它放到碗里。要下锅成熟的时候要加入淀粉啊，找一个口感，那个口感呢外表皮呢有点脆的感觉，哎，这个时候呢你做出这个羊肉就类似于肉串那个口感。但肉串呢人家不放淀粉啊，咱们为什么要放淀粉？因为咱们不是烤制，炸制效果才好。也有呢用锅炒，那是切片啊，口感一小般啊，咱们就按这个做，非常好吃。朋友们，先把这个盐呢炒热啊，看热到啥程度啊，我这手蘸了点水，听到了没有？听见了。哎，滋滋响。现在呢把花生米下锅炒一下，也就盐焗花生啊，这么炒一下。朋友们看一下啊，这就是象牙黄。哎，现在这样放到漏勺里，这一动，哎，凉了，一搓皮儿就下来了。来，朋友们，看这边来，接着看啊，半粒儿紫盐粉，哇，马上翻勺，不翻勺就不可以了。别炒糊了，哎，把芝麻放里，芝麻是熟的啊，在这里呢热一热，蒸发一下这个水汽啊，因为这个芝麻呢。放上个五天六天就不是那么脆了啊，下锅再这么煸炒一下。哎，来，朋友们看啊，我今天呢这个我给它出两个版本的紫盐羊肉啊，把这个辣椒面也炒一下，哎，这就上来了，这香味儿。朋友们看啊，不是很烫手啊，可以搓啊，看一搓，你看一搓啊，这皮儿就下来了，哎，搓完以后这么一塞，这皮儿就下去了。咱们现在开始调这个料，那这种料呢也叫烧烤料。先把这个花生米啊去完皮儿，这样先这么压，然后再擀啊，直接擀也行，擀不好就秃噜了。
要有打中器呢，给它打成粉末状也行啊。这个呢，让它有点口感，用这个料一蘸，能蘸到主料上去就可以啊。入口呢，一嚼咔哧咔哧的，哎，就好。哎，这个程度，啊，这样就可以。再把芝麻啊下里头再擀一擀，芝麻和紫盐粉啊，紫盐粉呢炒一下，香味才正。这个就接近尾声了，来上点味精、盐，这些盐就可以啊，不要过咸。这个是炒的时候用的啊，这是叫紫盐羊肉用的，然后这两个再合到一块，这个又变了个名，烧烤羊肉啊，就差这么一个辣。好了，朋友们，现在活又来了，把这里面的圆葱挑出来，炸不好呢，咱们在家还容易炸糊。腌制的时间到了啊，15分钟了。加上淀粉，这个淀粉是玉米淀粉啊，这种呢效果会好一点，这个个别地方带尖尖带刺的地方炸出来是脆的，粉不要给多啊，这个程度就行啊。里面放了一个鸡蛋，现在试探一下啊，看看行不行。哎，能翻上花就可以，一块一块往里下，别着急，我不要过大，调小一点儿，边往里下边看着点啊。你像我这又找出两块葱，葱尽量别往里放啊，炸不好就容易糊。有的呢看着肉块好像挺大，实质是咋回事呢？两块粘在一块儿了。朋友们，现在看啊，定了型就捞出来。哎，这颜色还真不错啊，温度够。接着往里下啊，然后呢，这些可能是大致要出3锅或者4锅，最后合到一块儿，咱们再炸啊就可以了。2锅合一块啊，看圆葱啊，这圆葱尽量给它挑出来先。看看这颜色，哎，金黄色，这个就说啥呢？入口有脆的感觉。啊，做这个菜啊要吃点脆啊，像烧烤似的啊，接触棉果的地方，突出的地方就有脆的感觉，有了焦香味它就合格了啊。现在呢熟透了，口感呢也行了，咱们看看是什么样的颜色啊。不要看这样绝对性的嫩啊软，现在你看啊是这样，放一会儿还软，因为什么呢？这里有鸡蛋啊，现在出勺看一下，1、2、3，要快到啊，到慢了呢，这个勺这边就滴的油了啊，这个位置就滴的油了，别加油，留着那点挂勺上那点油就可以够用了。现在开始啊，把这个调好的料往里面放。啊，这个味儿相当相当的棒。煸上个1分钟，让这个料都挂在这个主料上，哎，这吃的才好啊。你要是吃辣的话呢，直接就把辣椒放里了，这个效果会更好啊，会更好。你要不吃辣呢，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啊，咱们在家可以试一试。
来，朋友们看一下啊，这一块料上面它沾着芝麻和小料紫盐，这个味儿才好啊，微微带点辣。这又一个版本，这个口感跟这个料啊配的就是外面烤那个肉串的味道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有什么需要的话呢，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，谢谢诸位观看。